大家好，这节课我们正式开始阿瓦达主题教程的2019重置版。我们最近用阿瓦达主题做了一个项目，用的是阿瓦达 5.8.2， 也就是最新版本做的。 WordPress 呢也是最新的 5.03， 用的是宝塔环境。这个项目还有 WooCommerce 的产品，还有产品分类以及多项功能筛选，还有公司新闻案例等等。这是一个真实的网站，我们就用这个真实的网站做案例，在阿瓦达主题教程2019重置版里面从头到尾的走一遍。由于搭建整个网站需要的时间比较长，所涉及到的知识点非常的多，如果是 WordPress 新手小白同学，有条件的话建议先看这个入门课。这个课程的价格是29块钱，促销的时候是9.9块，如果是网易云课堂的会员可以免费观看，如果没有条件的同学可以私信我，跟我要这个入门课的优惠券，在云课堂里面私信也可以，或者加我微信3685537。看完这个 WordPress 入门课，可以对 WordPress 是个什么东西有一个基本认知。对于没有看过入门课的同学，在这个重置版的课程中，我尽量把基础知识加以介绍，但不会详细展开。用 WordPress 和 Avada 主题做网站，以前的内容也没有删除。也建议大家都看一下，虽然是 Avada 主题的老版本，但是那里面的扩展知识比较多，会有一些内容在 WordPress 重置版当中不会介绍。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次课见。